《弟子规》总序：《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入则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固，反必面；居有常，悦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俭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行。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豪气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伤三年，常悲咽；饥促便，酒肉竭。伤见礼，既见诚；事实者，如是生。出则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源于忍；愤自勉，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夫人，及代教；人不在，己即道。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禄遇长，及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切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事诸父，如是父；事诸兄，如是兄。俭，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便尿回，则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于里，系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断，致污秽。衣贵洁，不贵华；上悬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醉为丑。不充容，立端正；揖伸圆，拜恭敬。勿见欲，勿避意；勿，我以前都读上勿博弈哈；勿避意，勿忌讥；勿摇辟，缓接连；勿有声，坤转温；勿触棱，直吸气；如直盈，入吸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蔑，动闹场；节勿见，邪僻事；节勿问，将入门；问孰存，
江上堂声碧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惜名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即时还，后有急借不难。好，魏老师，谢谢。好，我们那个弟子规哈，我们每个每节课都读，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家长班里头，如果有老师家长在家长班那个诵读群哈，我们也差不多去年有30周的这个学习，就是说我们完完整整读了有30遍哈。那这个经典呢，我自己一直觉得读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读了之后呢，慢慢的你在行动之中呢，就会自觉的去遵守，因为就好像有一个提醒啊，有一个小钟啊，在你心里面，时不时呢就会敲打你，这是读诵的，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作用啊。啊，咱们这是第一次家长班哈，那个是2021年啊，希望2021年咱们是一个开个好头哈，慢慢的这个日子会越变越好啊，瘟疫也都能过去。去年呢是非常特殊的，但是也是非常引人思考的一年哈，也证明我们人类确确实实，就是说不尊重这个大自然啊，我们带来的一个恶果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家长班啊，今年家长班跟去年一样，时间安排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好，因为我看都是老同学，我就不介绍了啊，就是我们是分上下两个时间段。好，在假期期间呢，就是我又读了一下那个，好像有一个没静音，我看一下，因为没有静音。咱们不是讲修身嘛，在上次是修身讲了一二，这次是第三哈，就是我们古代大学之中讲这个修身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那这个呢是我们古代呢就是特别认为就是说一个大人之学应该走的一条路，那后来呢就是我们古代这个士人呢都是沿着这条路在走下去的。那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呢，就是苏东坡，也叫苏轼啊。那他是东坡呢，是他后来贬到那个黄州，然后呢他有一块地，这块地呢是在东坡上面啊，用来种田养活自己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自己号称苏东坡啊，东坡居士。那苏东坡呢，他的这一生呢跌宕起伏哈，他是年轻呢就是才华横溢哈，很年轻就中了这个进士第二名啊。当时呢，那个仁宗非常高兴，说这个包括和他弟弟啊苏辙，那跟仁宗跟那个皇太后说，皇后说呢，说找到两个宰相之才啊。可苏东坡呢一生呢，并不是说一下子变成了宰相啊，他这个一生起起落落，从政，那后来呢又遭到了陷害，遭到了流放。然后呢，在这个流放过程中呢，又遭到了这个又被启用，启用呢做到了，终于做到了这个类似于相当于宰相的这个位置。可是然后呢，又被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呢，又被贬到了这个岭南。大家知道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最后呢，还被贬到了这个海南，也就是在当时的中国呢，这已经是最蛮荒之地了哈。就是那个完全就是属于蛮荒之地，所以苏东坡到了海南呢，那个就写下了天涯海角啊这四个字。当然了，现在海南因为天涯海角四个字变得非常的有名啊。那他呢这个一生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后来呢被这个放回来之后呢，还没有回到自己这个决定自己住的地方呢，在路上呢就是因病去世啊，66岁。但他的一生呢，就是不光是在这个政治上面，他做的非常不错，而且他在这个文学上面，造诣非常高，培养了无数的这个文学人才，包括黄庭坚啊，包括那个米芾啊，包括后来一系列的这些人才，他还开创了这个词
和散文的这个写作的一种风格，那他在这个画书画方面的造诣也是非常深厚，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后来这个文人画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他本人呢那个同时呢就是对这个论语啊，对这个易经呢，包括对这个佛教呢道教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哈。那说这个的意思呢，就是看苏轼传呢，苏东坡传呢，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看看啊，一个林语堂的版本，还有一个王永照的版本都不错。喜欢看激情一点的呢，看看林语堂的版本，因为林语堂写的呢像小说，那个里面呢就是让人就是看到之后，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慨。那王永照的版本呢，像是一个论文，里面呢就是引了苏东坡很多的诗词，来反照苏东坡的一生，就像那个孔子的《论语》一样哈。那其中我就摘了这么一个词啊，是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写的一首词，因为主要是呢，就是我们学习修身啊，我们在想，肯定一个问题就是在想，一个人修身究竟能让人的这个心呢、啊，就是让一个人的这个境界究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呢谈了很多文字的东西，可是究竟呢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疑惑。那就读读这些传记呢，像读读王阳明也好，曾国藩也好，苏东坡也好，欧阳修也好，甚至包括诸葛亮也好，我们当然读论语啊，像孔子啊，读孟子啊，孟子啊也好，我们就去体会。那苏东坡呢写这首词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呢是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写的，我们先把它读一下啊。定风波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窃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这是苏东坡呢因为那个诬完诗案，就是等于说是诬陷他是要污蔑皇帝，所以要杀头，但是皇帝最后没有杀他，就把他贬到了这个黄州这个地方，在湖北啊荆州附近，就是我们叫三国赤壁，苏东坡的赤壁赋就在那附近写的哈。那在黄州的时候呢，他虽然生活非常的辛苦，然后自己种田养活自己，但是呢他的心境呢却是始终保持着一种这种超然的境地哈。那么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几个朋友相约呢去一个地方玩，那玩呢回来之后就大概下午了，下午的时候路上突然碰到了这个阵雨，大家知道三月份啊，那个时候是农历三月份，还挺冷的，雨很急，那同行的这些人都非常狼狈，就是当时他们走在相当于是那种竹林里头树林里头哈，也没有什么避雨的地方，都在往前跑那个找避雨的地方。那苏东坡呢就写了这么一首词，那么这首词呢词意是这样的哈，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就现在下雨了，穿林打叶呢就是这个雨很急嘛，所以呢可以听到那个雨点打在那个叶子呢噼噼啪啪的声音，他说你不要听那个雨点打在树叶上的这个声音呢你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恐慌，何妨吟啸窃徐行，何妨呢就是转换一下心境哈，那不如啊，那就很轻松的样子，不如呢咱们呢一边唱着歌，一边吟着诗，慢慢的往前走，竹杖芒鞋轻胜马，竹杖就是竹杖了对吧，芒鞋呢是草鞋，就我们现在呢，我现在呢是不做官了啊，也没有马了，也没有侍从了，也没有轿子了啊，那我呢就是一根竹杖，穿着一个草鞋，但是呢我身心轻快，比骑马呢要轻快，也就是说我现在当老百姓呢比做官呢还轻快啊，谁怕啊，就到底呢有什么可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在这个
烟雨这个烟雨当中呢，对吧？就是我们可以自在的过一生啊，我可以自在的过一生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下面下一段呢是写这个雨停了。雨停了呢，因为他们出去春游嘛，也是喝了酒，这个风呢还是很冷，就料峭春风，这个风其实是挺冷的。那吹在身上像又下了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真的是非常冷啊。但是呢，打在身上呢，苏东坡说呢，吹到我的酒醒呢，微冷，就稍微有点冷啊，稍微有点冷啊。山头斜照却相迎，哎，但是呢，抬头看下去呢，这个山头那个夕阳，太阳已经有点西斜了哈、啊，却在雨过天晴哈、啊，来欢迎我哈、啊，就是这样一种暖暖的这种太阳的暖意就出来了哈、啊。他说回首呢。看一看我刚才走过就下雨的那片林子哈、啊，就是那么大的那个萧瑟的地方哈、啊。看了一眼之后呢，转过头之后呢，继续往家走。往家走呢是什么呢？我这一路上呢，没有感觉到有风雨，也没有感觉到有晴过啊。那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身的一个诗哈，就是描写自己心境的一个诗。那这个呢，就是苏东坡他在被贬之后啊，遭遇到这个人生大起大落的时候呢，他那一种超然物外的一种精神的一种体现哈、啊。所以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我们这个不要被这个外物所影响啊，自己的心情啊，他让我。高兴我就高兴，他让我快乐我就快乐，他让我沮丧我就沮丧，他让我得意我就得意。那这个呢，不是我追求的。追求的我们的心应该什么呢？无论在任何境界下，我都是始终如一的吟啸且曲醒啊。那我现在呢，就是被贬了，那我就认为，我就觉得我可以过竹杖青芒鞋轻胜马的生活。那这一生走过去呢？各种各样的境界都遇到过了，但是呢，我呢继续往前走啊，我并不觉得春风那么料峭啊，就是三月的春风那么料峭，我也并不觉得就是说晴了这个斜阳西照就一定是就是好像我一定要追求的那么美好，因为呢这一路上呢没有什么变化，变化了只要我心里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呢都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也无风雨也无情哈、啊，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啊，就是我在那个假期期间，读的一个里面选了一首诗出来。好，好，咱们上节课呢是学的那个修身，是讲了两章呢，叫修身为己，为了自己哈、啊。那我们总结一下要点，第一个呢就叫仁者安人，智者利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修身呢，我们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利人呢，就是去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智慧，那达到一个能够安住于人这个境界上，这个叫为己。也就是说，安住于人这个境界呢，目的是为了自己。那自己呢？达到什么样一个境界呢？就好像我前面的诗也那个境界一样，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一种自如的境界，就是安人的一个境界啊。那这个呢是修身的一个根本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定下来，哎，我们要去学习这个经典也好，那我们要去这个提升自己也好，它的一个核心目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求取这个官位，甚至也不是为了去帮助别人，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道德修养达到一个安人这样一个地步。好，所以呢，这个是目标是定下来是为己啊，所以孔子称为这个自己的学问呢叫做为己之学。那为己之后呢，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我们叫道德自觉嘛，那么你要有一个道德标准，那么叫行己有耻。最基本的，最起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首先呢要给自己定一个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肯定是不断提升的啊，但是至少我一开始有。那有了之后，这个道德标准呢，因为我们是为己，所以我们首先要下功夫的呢，不是外面去实行这个道德标准，而是我内心呢去对照这个道德标准去检查自己，所以叫慎独。慎独呢，一个是
行为方面，也就是说我呢在没人知晓的情况下，哎，也能不折不扣的按照要求去做，我自己定的要求去做啊。那如果我们这个道德标准是给别人看的，就像我们有人说上班啊，我遵守纪律是因为公司有要求，那这个呢就不叫慎独了，因为一旦没有要求到我们就放松了啊。那这个呢是到行为上，那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呢是在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上，也就是说中庸讲的叫做那个中庸呢，中呢就是这个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之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的起心动念，在它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警惕，我们的心呢始终要安住在一个这个中道，这个中道呢其实就是符合这些道德要求，符合你自己定的这些要求的这个位置上，那你的念头呢你要时时的去检查，那有了这个东西呢才往下面才修身，在下面呢才做得下去，要不然呢没有这个东西呢你下面修身呢就可能修歪了，而或者是修得很累，修得很累。那为己呢这个目标定下来了，好，我这个事情呢做呢只为自己，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就算做好了，把这个修身做到了安人这个地步呢，我现在比方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到了安人这个地步呢，我可能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的生活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我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为的是自己啊，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做呢，是谁来帮我们做呢，啊，怎么样能够做成功呢，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到这个叫由己啊，这个修身呢第一目标是为己，第二呢做呢是叫由己，由自己去做。那由己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是在《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哈。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问：“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示思与意。”啊，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夫子就提到了"为人由己而由仁乎哉"。他就说呢，这个能不能做到这个仁啊这样一个地步，能不能成为君子呢？这个是看你要不要去做啊。这个呢，难道是别人可以帮你的吗？难道是别人可以影响你的吗？他说这个不可能。那这个做呢，他说这个点在哪里呢，总纲夫子就说了叫克己复礼。什么叫克己复礼，大家都很熟悉了，其实就是克呢己，可以直接简单来说就是我克制自己，也就是我管理自己，要求自己。复礼就是复，就是回归，回归到这个礼上啊。这个礼呢是人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也就是像我们这个弟子规一样。那我们这个人，一个人字到底人是什么东西呢，它很大的一个这个范围，不断学习你越会体会到这个人的这个范围啊，这个道啊是如此的这个细微精深。可是呢一开始呢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比方说弟子规，那我们回归到弟子规的要求上去啊，那这个呢就叫克己复礼啊，那就叫克己复礼。他说呢，如果呢一个人呢一天呢就能够做到这样，使自己呢能够回归到这个礼的要求上去之后呢，这个每个人都这样做，天下都能够回到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境界，这样一个道路上去啊。那颜渊很聪明啊，颜渊知道这个，颜渊就问他这个呢具体怎么做呢，那夫子给了四点啊，就是说作为你自己去实现的。夫子说呢，那起心动念上啊，你还没有做行动的时候，你自己要有一个防护心啊，非礼勿听，不符合礼的呢不要去听，听到了之后把耳朵捂起来，这个呢影响你的心绪，非礼勿视，对，不符合理的东西呢不要去看它啊，看到之后呢 把眼睛避开啊，有点像咱们那个佛教的戒律，大家知道佛教戒里头就是那个声乐什么声机寂乐场所，我们不是学过吗，那个不能够去看，那些音乐不能听，那些娱乐你也不能够去看，那这些呢就等于说是我们首先呢要先保护自己啊，因为你首先保护好了之后呢，你才有这个行动的时候才不容易被
就是说不容易伤害你的启动念，不容易被污染啊。那接下来两个呢，他就告诉你呢，哎，这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你要行动了，行动的时候也要遵循这个礼。那你要把住一个最基本原则呢，就是不符合你的这个道德规范的这个事情呢，你不要去说。我们说不要妄语，不要绮语，不要离间语，不要恶语啊。这是佛家的，那里借用一下。那我呢，觉得这个呢是我应该遵守的。那我话出口之前，我想一想，我是不是有没有犯这四个？那非礼勿动，我们叫行为，对吧？行为方面呢，不符合这个礼的，我不要去动它啊。贪小便宜不要动，不义不之财不要贪，对吧？这个方面呢，要说到细微处呢，是非常非常细微的。但是呢，就像夫子说的，叫为人由己啊，这个事情呢，是你自己要去做的啊，这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啊。听不听，看不看，说不说，动不动，这个呢，都是你自己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好，那所以叫为人由己啊。所以夫子就说了啊，他说：“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上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哉？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见也。”那夫子呢，这是感慨哈，又出现了这个我未见力不足也嘛。那夫子呢说的这个为人由己啊，这个孔子和孟子呢是一个观点，是认为人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是很容易达到的，就是关键呢你愿不愿意去做。那夫子说呢，我们追求这个人哈，有两种这个境界的人，或者两个不同的方向的做法。第一个呢，就是好仁者啊，我未见好仁，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啊，好仁者，恶不仁者。这个呢，有时候读词义呢可能会读差了，实际上他是说两种人啊。一种人呢是真正的喜好人道的人啊，一种呢是真正的讨厌那些不仁的行为和事情的人。那这两种人呢，好仁者呢无以上之，真正喜好人道的人啊，他喜欢这个人呢、啊、这些道理啊，他喜欢的不得了。就像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弟子规的很多老师哈，他读到这些东西他就很欢喜，然后呢他觉得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到这个人道上头去了，也就是说呢，在我心里面呢，其他东西呢都不如人道这个重要。哎，我呢就是能够在这个方面呢去学习提高，去安住于这个人的境界上。那恶不仁者呢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可能呢这个境界方面呢要稍微的低一点点。那么他们呢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他呢有这样一个道德标准，那么他呢看到这个不仁的这种事情，遇到这个不仁的人呢，他就特别的小心。小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呢，我在行我这个人道，我在追求这个方面，遇到这些不仁的事情，我特别注意不让他来影响我啊，不让这个人来影响我，也不让我这个事来影响我。所以呢，这是一种做法。实际上我们在行人道或者在学习在提高自己的功能，这两个东西呢都是要的啊，都是要的。就首先呢你要真正的去喜好的，第二个呢你要非常注意的不被这个不仁的这个所污染。好，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日有无见。那夫子呢就有些感慨。那感慨什么呢？就是其实呢这个人道啊，夫子觉得呢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啊，只要你能够好不仁，恶不仁就达到这个，能这样做就行了。但是可惜呢，他说呢，我呢没见到呢，他就说是因为力量不足嘛，就是好像就是夫子有个弟子冉有就说过嘛，冉有就跟那个夫子有说过一句话，夫子讲了很多道理，
大家可能对冉有不一定很熟悉啊，冉有是夫子的一个弟子啊，他呢就是很有才能啊，夫子说他是能够当一个市的市长，能够这个管理这个一个城市的啊，那他也后来在稷山那边做家臣，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这个管理才能。但冉有呢，这个人呢就是比较畏缩，就是做事情呢没有那种很果敢。那他呢有一天就跟夫子说呢，说我呢不是不喜欢老师您的道理，力不足啊，就是我做不到啊。那夫子呢，看了他之后呢，叹了口气啊。夫子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化。什么意思呢？他说呢，这个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啊，有的这个老师在那有听过。他说的意思呢，就是这件事情啊，如果一个人他力量真的不足，他去努力之后遇到这个困难，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举东西，那10斤我举得起来，20斤我举起来，30斤可能我就举不动了。那我试过了10斤20斤，我到30斤我举不动了，这个叫做你说的那个力不足，叫中道而废。我因为力气不足，我放弃了。夫子说呢，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今汝化，他说你呢，你还没有行动，你还没有做这个事情，你先给自己画一个圈圈，这个事情呢我做不到，所以叫画地为牢，把自己圈起来，就是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所以夫子呢在这块呢是非常的这个感慨啊，所以给那个就是给冉有那个说了一下，就是你是什么一个状态啊。好，所以在《论语》中呢，夫子又说哈，他说：“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之矣。”那还是刚才那个问题，那还是刚才那个点。其实呢，夫子说呢，就一个人能否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呢，完全看你自己是否有这个愿望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跟别人没有关系，只跟你有关系。所以夫子叫呢：“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之矣。那有意思的就是还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在论语里头啊，论语里头那个不是论语，在孟子里头，说错了，在孟子里头啊，这段比较长啊，有一个故事，是孟子的一个学生，应该不是他就是说那种很有名的学生啊，但这个学生在孟子中间他提了一个问题，因此很有名。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实数而已，如何则可？这曹交啊，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啊，不是在他那，他跑到这个邹国来问孔子。他说：“您上课讲过啊，我听您说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和舜啊。”他说：“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有，我讲过。”那曹交就说了，他说我听说哈，他没说尧舜啊，他举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例子。他我听说呢，那个文王啊，个子很高，1米9几啊，10尺。汤呢，个子也不矮，1米8啊，有九尺啊。他们呢，都像尧舜一样的这样贤德，而且做了这个帝王啊。他说我啊，你看我个子挺高，1米8几的大个子，大小伙子哈。可是我感觉我这一生呢，整天就是吃饭而已。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说的不是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吗？我呢个子在文王和汤之间啊，我也不差，对不对？我这个，因为曹交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你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只要这个身形差不多，应该都可以做到尧舜那个地位啊。我现在九尺四寸了，我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怎么感觉我每天就是吃饭混日子啊？他说：“那你告诉我怎么样才可以做呢？我觉得不太可能。”我对您说的是空话。那夫子说：“曰，昔有于事，亦为之而已矣。”这中间后面还有一段，我就把它给略掉了哈。我就因为那段关系不大。他说：“徐行后，长者谓之悌，
疾行先，长者谓之不替。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颂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颂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啊，这一段很有意思啊。曹娇说你说空话啊，这个根本做不到。我呢就是一个例子，是吧？这个我就没有成尧舜，我就是一个饭桶啊。那孟子就说，有哪里有这回事啊？你做不做而已，就你做不做而已。他就举个例子，从那个孝悌最基本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个《弟子规》的这个重要性啊，这里面就《弟子规》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行为方面的啊。他说呢，悌啊，我们讲这个什么叫悌道呢？跟长者一起走路的时候呢，你要慢慢的走在长子的身后啊，长子走得慢呢，你就慢慢在后面跟着。他说这个呢就叫做悌了，对不对？我们叫尊长嘛。怎么样体现尊长呢？长者在前面慢慢走，你在后面慢慢跟着，你不要着急，这个超到前头去。那你现在心急，你跑到前头去了，那你就是没有尽到这个悌，你就是不悌。他说我举这个悌例子呢，就告诉你，慢慢的走是做不到吗？是不是你不做不到？人人都做得到，为什么不做？不想做。所以他说，我举了个悌的例子，尧舜之道呢，它的核心呢，不就是一个孝，一个悌吗？那为什么没举孝的例子呢？因为孝就更简单，在家里面你尊敬父母，这多简单的事情啊，对不对？他说呢，你很简单，如果你呢，平时呢，服尧之服，意思什么？就是按照尧的这种方式呢，你穿衣服，你颂尧之言，你按照尧的方式呢，你去学习尧的这个言语，然后呢，按照尧的方式呢，这个言语呢，去约束自己，去行动啊，你就是尧了。对，这个呢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呢，是一个意思。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你现在有一个道理在这边，你只要照着它做就可以了啊，你就是尧了啊。你现在照着这个孔子的话来做，那么你就是孔子了啊。那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服尧之服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跟谁学，对不对？颂尧之言的意思呢，就是服尧之服，就是你跟谁学。颂尧之言，你跟谁的这个语言这个学问来学习，然后行动的时候呢，你按照谁的标准来行动。如果你呢都是跟着一个人，比方说我们讲这边尧，跟着尧的这个人这个来学习，你按他的这个言语来学习，然后你按着尧的这个标准来行动，你就是尧了。那下来说呢，你如果按照桀，大家知道桀是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那这个君主呢非常的暴虐，那孟子就举了这个例子，你按照桀的这个标准来呢，你就是桀了。好，我们不好意思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哈，那个我们在两点钟我们再回来第二堂课，好，我们休息十分钟。谢谢。
智者利人。子曰：为人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至于仁矣，不恶也。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子曰：我未见好人者恶不仁者。好人者无以上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仁矣。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子曰：访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子曰：深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是父母积谏，谏之不从，幼敬不为，劳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以则以喜，以则以惧。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攻之不待也。子曰：以约失之者贤矣。子曰：君子与讷于言而敏于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子游曰：事君硕，
思如矣。朋友说，思书矣。鄙人第四，子曰：“鄙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子曰：“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人者，无以善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故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仁矣。”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子曰：“访于利而行，多怨。”好，我们继续咱们家长班的学习啊。我们接下来还是把这个《弟子规》的下半部分一起读一遍啊。我看好像陈老师没有上线，那 Lisa 老师，您方便把这个带读完吗？好的，好的，我得离开一下，这里太吵了。好。把门关一下。好的，信文，信文出言，信为真，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佞巧。今巧语，会污池。是景气，切戒之。正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焚道志，重且疏；勿汲汲，
物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闻过怒，闻与乐，损有来。闻过怒，闻与乐，损有来，亦有切。闻欲恐，闻过先，直量事，见相牵，无先非，名为错；有先非，名为二。过能改，归于无。唐寅是，争一孤，泛爱众。凡是人，皆惜爱。天同覆，地同载。行高者，名至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即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之，勿产妇，勿骄贫，勿厌故，勿喜先，人不贤，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揭。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施免。扬人恶，即是恶，即知甚，或且作。善相劝，德皆进，过不归，道两亏。还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述矣。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待必不。身贵端，虽贵端，持耳宽。是福人，先不然，礼福人，方无言。亲人同事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见，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见，百事坏。余力学文，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彼勿齐。宽为限，简用功，功夫道，智色通。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确意。房事清，墙壁净，积案结，笔验证。墨磨偏，先不端，志不静，心先病。列典籍，有定处，独看毕，还原处。虽有疾，倦数齐，有缺坏，就补之。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玄之。好，谢谢梁老师。
好，我们继续哈。那个，我看到今天上线的挺多，可能有一些是第一次来的哈。我先讲一下哈，就是，这个家长班呢，就是以这个咱们《弟子规》课程的各家长为主哈，都是对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感兴趣的家长，尤其是对这个儒家文化哈。那我呢，就是这个家长班呢，通过一些课程呢，把这个儒家呢在修身方面的一些这种圣贤之言哈，圣贤之行啊，以及这个一些这种古代这种教子的一些这种优秀的这些方法呢，通过不同的课呢来介绍给大家啊，给大家提供一点这种相当于是就是说一点这个索引吧。那每一堂课呢，我尽量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独立性，也就是说一堂课呢我会谈一个主题，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有空呢就上来听一听，没空呢错过去呢，下次来听呢也不说一定要听了上节课这节课才能够就是说听，那这样的话就是反正呢就是多听呢就耳濡目染，那偶尔来听一听呢，我觉得只要能够接触到这些东西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哈，因为我们大多是孩子的家长嘛。那我们要教育引导自己的孩子嘛，那么教育引导孩子呢，我们儒家在这方面呢，尤其是儒家像孔子和孟子啊，四书的这个方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精辟的东西哈，那是这样是一个目的哈。好，那么回到刚才在孟子中的这一段故事哈，那孟子呢给这个曹娇呢就讲了，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个道理哈，那么就告诉他呢就是。你从哪里学习，然后呢跟谁学，然后呢怎么样就是说去检查自己的行为哈。那么我们记得那个颜渊问仁的时候，颜渊听了这个夫子说的话，孔子说的话之后叫做回虽不勉，请示四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呢颜回呢虽然不聪明，但是请我呢以后呢就按照老师教的这个话来做吧。等我一下，我看看有没有静音的。好，那这个这是颜渊哈，就是说他听了这个夫子的话，马上就说呢，我要照着夫子这个呢，作为我一生行动的座右铭了，请示四欲也。可这个曹娇呢，听了之后呢，感觉好像没有特别的明白这个。孟子讲的道理哈，当然呢孟子很有名啊，这个在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那个曹娇呢就说啊，孟老师您是非常高深的老师，那看样子呢我呢这个还要跟您继续学习，他说我呢去找一下那个邹国的国君，然后呢能够借个地方留下来之后呢我就不回家了，在您这里跟您上课了。那孟子挺有意思的哈，感觉孟子好像不想收这个学生啊，所以孟子说，他说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道啊，就像你眼前的这个官道一样，这个大路一样，它非常的宽阔，这个没有人不知道的啊，难道很难看到吗？这条路就在旁边，对吧？剩下的都是小路，可能地方就没路，就是一条大路，很难知道吗？他说人呢最大的问题呢是不去追求它。他说你呢，我刚才给你也讲的道理是讲孝悌，为什么我说曹娇没有听懂呢？夫子跟他讲的是孝悌之道，那他说你呢回去求之有余师，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的意思不是说回去之后呢有一个和孟子这样的老师，孟子说这个师在哪里呢？尽孝悌之道啊，这个呢长者为师，父母为师啊，这都是你的老师，归而求之，回去求大道就在你眼前，不是在远的地方。那这段话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孟子为什么不收曹娇这个学生呢？因为曹娇呢没有听懂，那曹娇没有听懂就不收吗？那曹娇呢其实他的想法呢，有时候呢我们现在看现代人哈，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你会看到我们一个想法，我们呢有时候呢想去这个提高自己，或者想去这个尤其是德行啊或者其他方面啊，我们就觉得呢不是这个任务呢不是我自己啊，我一定要找一个
非常有名的老师，这个老师名气越大，这个能力越大，能耐越强，我找到他之后呢，我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了。那也就是说呢，我呢想去改变自己，可是呢我把改变自己的任务呢交给我的老师，哈哈，就是说呢我只要找到一个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老师，我就是圣贤了啊，是不是呢？那当然肯定不是了哈。那曹娇呢，在孟子看来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错误，因为呢孟子告诉他这个道理呢其实是大道，那么作为一个学生来说的话，他可以从中间就理解甚至提出疑问。那可是曹娇呢，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只要跟着你孟子，那我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那如果万一这个问题没解决呢，比方说我见了这个大德，这个有德性的人，我也拜他为师了，他也收我为弟子了，可是我跟他修行了这么多年，后来发现他是他，我还是我，那怎么办呢？哎呀，老师没教对，老师没教对啊。那这个呢就是叫不由己哈，就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本来是应该由己的，因为这件事应该是自己去做的，跟别人没关系的，可是呢我们呢觉得这件事情呢应该由老师来负责任啊，我不能负这个责任，老师你得负责任，你得负责把我带成这个尧舜啊。所以呢这段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讲这是第一个叫由己的，什么意思？修身尽德这个事情呢没有老师可以帮你啊，我们有些佛教徒就知道了，佛说呢我可以教给你这些道理，但是呢我不能把你变成佛啊。那儒家的方法也是一样，我可以教给你圣贤的道理，但是呢能不能成为圣贤呢，由己，是要靠你自己的，再有名的老师也不能够把你变成圣贤。好，这是讲的由己的一层意义哈。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段呢孟子也讲了哈。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大家喜欢读四书的话，读一下孔子和孟子，论语和这个孟子啊，你会发觉孟子对于孔子的很多的这种道理哈都做了非常好的延伸，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如果把你合起来读啊，真是这个乐趣无穷啊。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德也，求待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德也，求在外者也。那接着这个上面那个由己是靠自己不是靠老师啊，那孟子又提到一个东西，这个人呢这个世界上的事呢分成两种事情，就是你想要做成的事情啊，你想要做成的事情它无非是分成两类，一种事情呢是你去追求它，你立了个目标，你下决心去做，你去追求它呢就一定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仁义礼智啊，因为这个道德要求的这些东西呢提升呢是完全看你自己，所以你呢去追求它就一定能够得到它，有目标下决心去做。舍则失之，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去追求它，它不会跑到你面前，它不会自动跑到你心里去的，哦，哪一天我早上起来，哦，我成圣贤了，没有这种事情的。好，不去追求它就会丢掉它。那这种事情呢叫做求有益于德也，什么意思呢？求呢对于德，也就是你去追求它对于你得到这个结果呢是直接产生的，所以叫求于德也。这个求呢是在内，也就是说你求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个求的这个东西呢在你心的内部，你心里的内部，你本自具有的性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求呢和德呢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求了就得了，所以呢你呢叫求在我者也，这个求的东西在你这里，求的这个东西本来就在你这里啊。你家里有一个碗，你说我要把这个碗拿过来喝水，那我就拿过来喝水吧，就是我自己家里的东西，对不对？那邻居家有一个碗，你说我把这个碗拿过来喝水，你拿不到啊，对吧？那是别人家的东西。好，仁义礼智呢是自己家的东西，自己家的东西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好，
另外一种东西呢，求之有道，追求它呢，你首先呢得依循一定的方法和规则，得到它呢不完全有道就能得到了，不是的，得到之后呢还得看天命，看机缘，看缘分，看运气，这叫什么东西呢？这叫外在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我们最常说的荣华富贵、名利权势，是吧？这些东西呢，包括甚至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健康呢，其实我就更多的是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呢，我们求之有道呢，那个命那个部分呢就会减少一点。我们现在就拿这个荣华富贵和这个名闻利养来说啊，这个东西呢，我们讲求之有道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遵，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我们讲就是贪赃枉法，啊，或者是说这个偷机取巧，这个不叫投资，求之有道。那求之有道呢，就是我要掌握必须的技能啊，我要一个做一个亿万富翁，操作一个大企业，我在这一个过程中我要掌握很多的技能啊，那我不能犯法，对吧？我不能偷机取巧，要不然我中间就被关进监狱了。可是我这些呢我都做了，我的能力也有了，技巧也有了，知识也有了，我也遵循了所有的规则，你不能就说我就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这没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什么东西决定了你一加一没法得到二呢？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得之有命，有一个天命啊，我们叫有一个缘分，有一个运气在里头，我们古代呢把它叫命。那所以说呢，这个求无异于得也，也就是说你求了呢不见得能够帮助你得到这个结果。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求的这个东西呢是外部的东西，外部的东西。所以呢这个里头呢就给我们两点这个很好的启示。启示是什么呢？德行这个东西，仁义礼智的东西，人这个东西呢要下决心去立定目标，去不懈的去追求的。因为呢你不追求呢你就会失去它，你追求呢就会得到它。所以呢不可一日这个离于人，对吧？离于人也，就是说你需要持续不断的去追求它，对吧？那外在的东西呢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不求了？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呀，君子无求。其实呢这个呢是道家的思想，有所求当然是有所求了。如果从政我是需要做官的，如果我搞这个想帮助别人，我需要更大的力量，我都是要做的，所以我要求。但是呢求之有道是什么意思呢？不以这个不做不妄求，不妄求就是不要遇到这个得不到的时候呢就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求之有道。这是叫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能够妄求啊，把心搞乱了，把心搞砸了，这个时候呢你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是不以这个结果为目标，我尽了我的这个力量，得到呢像孟子那边说的就是以安天命，对，我君子呢我修养好自己，这个外在的事情得不得到呢我就让天命决定好了。那这个嘛不是一种消极的，而是一种最积极的态度，就是尽了自己的力量去做了，但是呢不为结果所执着。好，那这两个呢其实回到这个来呢，你看到没有，都是由己。一个呢是仁义道德呢是完全要靠自己去追求，一个是追求外物得不得到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完全由自己去把握。所以夫子说呢啊，孟子啊，这孟子下一面也说啊，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意，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人莫近焉。这句话也是非常简单哈。孟子讲到这个人道的这样一个快乐嘛，他跟上句话其实是一个延伸哈。第一个呢还是那句话，万物皆备于我矣啊，这所有我要追求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它都在我身上都已经齐备了。那我呢我要做到什么东西呢？只要我能返回去啊，就是这个看自己自身，修养自己的自身呢，就是发觉自己呢是诚恳的，有诚意的，
什么叫诚恳有，就是不自欺。就我这个人呢，不会说是我检查自己，哎呀，我这个老是有很多的纠结的地方，矛盾的地方，这样做对不对啊，那样做行不行啊，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这个心里过不去啊，或者说我有时候心里面想的外面却又做另外一套，或者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有时候我们说的小人那个里面，就是自己呢平常呢就是比较放纵，然后看到君子呢就是把自己的行为掩藏起来，把自己这个高尚的一面表现出来啊。他说这个呢就是你不够没有诚，反心呢心里面呢没有这个诚字。那么诚呢，有了诚之后呢，你就是诚是什么呢，叫无自欺，就是我去反心，我不欺骗我这个本性，那不欺骗这个本性呢，我就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快乐啊。那对于这个人呢，他说夫子就给了一个，孟子就给了一个，不好意思，我老是把夫子和孟子这个老是混着来啊，应该孟子哈，夫子我指的是孔子哈，啊，孟子呢就说呢，其实你认真的去执行这个术的道理，那这个呢就是对外，也就是说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是一个术，术就是什么推己及人，你就做好这一点就好了。那前面夫子有孟子有讲到了这个孝悌，这边呢孟子又讲到了这个术，也就是推己及人，他说这样的话你离人其实就很近了。好，那这个呢就是有几这个部分哈，有几这个部分的内容哈，我主要摘的是那个《论语》和《孟子》中的那个言论。那么它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几个点啊，一个就是道德这种修养，人的这个境界的提高呢它不是靠老师，你要跟老师学习，但是呢你不能就说把这个走到这个人这个地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认为这是老师，这是外界的这个帮你做到的，这要靠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呢你能够追求，你只要愿意去追求就一定能得到。那有些事情呢是你去追求了还要靠命，那这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区分哈。那接下来还是一样啊，就如果有大家愿意的话，就是一个呢就是可以也可以提一些问题哈，谈谈自己的这个感受都可以。一个呢就是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些讨论，我一般呢会列出几个题目，就是大家愿意就这些题目呢谈谈自己的看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指正我的一些错误哈，就是因为经常呢就是我们叫曲高和寡嘛，经常会听到有些人就说啊，这些儒家理想是定的太高了啊，是动不动就是君子啊什么之类的啊。那有些人就会提到，像我自己感觉哈，就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是说你做不到的人就会弄虚作假，所以有的人是表面道貌岸然啊，这个背后是男盗女娼。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认为这样做人生太辛苦了，对吧。还有一种呢认为这种做不到的东西都是空话，对吧。那个再有一个呢很典型的就是现在生活很忙碌哈，我们可能偶尔想到这个修身这件事情，但是呢又觉得它虚无缥缈啊，这个生活中要抓的事情很多啊。那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就是说是儒家理想定的是不是太高了啊，这个方面呢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些讨论啊，我也跟着学习一下。啊，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十几位家长和老师有没有谁愿意这个发言，非常希望大家有愿意发言的。好，看着好像非常的安静啊。哦，我看陈老师也上来了，刚才没看到。陈老师好。魏老师好。我看到。对，早上那个有个那个中介的那边的事情，所以刚才刚忙。行。好。我先听一下其他那个其他人的分享吧。我暂时没有太多的想法。不好意思。
是不是这个东西我讲的会过于的零散，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个建议吧，一个建议。哪位老师啊？Helen 老师，您先说。没有，丽莎老师先说。Helen 老师说 ，Helen 老师你先说吧。没有，我只是想抛砖引玉，大家太安静了。对，你先说，你先说。您先说，没事，您说。你说 ，Helen 老师。刚才那个魏仪老师说，这些讲的会不会太高哈？就是儒家的思想是否定得太高？如果我本人来想的话，来理解的话，我是觉得说，不会定得太高，因为呢，这些思想其实都是从我们的，就是说，也可以说从我们的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就是来落实来做嘛。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一个孝悌的问题嘛，那孝悌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就是说。就是说孝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根大本嘛，然后我也是觉得像孝悌这方面其实就是从家里面就可以做起来了，比如说像我们自己作为家长，我们对父母的一个孝敬跟恭敬，然后延伸到就是我们现在为人父母，我们家里自己也有小孩也有子女嘛，然后呢我们所做的所言所行也是直接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我们首先就是说要把自己做好，要把自己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做好，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说出去的话我们一定要讲信用嘛，就是说要讲信义讲信用嘛，就像这一次暑假我跟两个孩子说，我说你们之前就太忙了，少林班的一些作业你们没办法完成，但是你们冬假这两个星期你们得想办法完成少林班的一些写字作业嘛，然后他们两个就答应我了呢，我当然因为我这句话已经说出去了，我过后肯定要检查的对吧，我如果不检查的话等于我没有落实嘛，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差不多1月3号4号马上到了要开学了，你们完成的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拿过来给我了，我其实我也不是很负责任哦，因为呢我看到他们写的那些我就是说我当然没有去陪他们看他们怎么写，但是他们写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有边做其他的事情边写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那么，因为我刚好有上来看到的时候他们也在那边三个姐弟在一起，有的时候也边在那边好像看一个什么东西，看一个什么 video 的东西，然后在那边边写嘛，这样子啊。后来呢整体来说他们都有完成，有完成的话我也就把它就是说拍照啊上传了，但是造句的方面呢都是出自于他们自己造的，我也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说他们造的句子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几乎也没有去跟他们去讨论，但是看到他们造的句子有的时候也让我就是很惊讶，就像我们家的小儿子说我希望我能够做个圣人，哎呦我觉得哇你会写出这么大的那个出来啊，那个小的儿子那个 Ryan 我是觉得儒家的事情完全是可以从我们自家自身像修身从我们的自身做起，包括到我们的家庭，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落实做到，从我们的就是孝谦尊师开始吧，然后从这两个方面去着手去入手，这是我的一个感想啊，听听其他老师跟那个家长的分享，谢谢魏老师。好，谢谢。韩老师你要分享吗？谢谢丽莎老师的分享，谢谢魏老师给我们讲课，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前面讲到的几个故事吧，几个经文，实际上都是在讲一点，就是要做起来，我先不要给自己说这个要求太高了，
一想到要求太高，然后第一个就是打退堂鼓了，就是可能觉得哦，这个离我很远，就像《弟子规》里是说的那个可循志，对吧？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努力去做，然后呢会越来越接近。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觉得太高。另外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到底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去就是说修身养性，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实际上三字经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孩子的时候他的性是很纯善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受了很多污染，等我们到了现在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话那个被世俗所困，有时候就觉得好像给束缚住了不是那么自由自在烦恼很多。那么实际上修身养性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去解脱，去更自在一点，对吧？回到返璞归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个不是说是一种束缚，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很自在自然的一件事情。就像孔子里边讲到孔子自己的经历一样的，他孔夫子的经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自在吧。他到了七十岁的是从心所欲然后他所做的事情也不逾越那个规律，自然规律，逾越道，但是他可以很自在，你能够感觉到他是很那个自由自在的。那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到了七十岁七老八十的话，我们看看周围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我们是到底是希望像孔夫子那样七十而从心所欲，而是到了我们一般四十之间，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完全为起心动念全都是烦恼，然后呢一直是处在那种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为子孙担心，为工作担心，为生活担心。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大家是觉得哎呀这很遥远，这个理想太高了，但实际上我们只要去每天做一点，从现在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晚，但最主要我们自己想不想去修身养性，想不想去做，想不想去返璞归真，想不想以后将来从心所欲啊。而且另外一个最近的一点就是子女，我们有时候看看有没有孩子让我们烦心，孩子们为什么让我烦心，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是不是？然后如果从这样的话我们在想孩子不听，实际上我们自己做父母也是一个榜样吧，那么我们可能要从自己身上去想，孩子不听，那我有没有听我自己父母的，那我有没有完全像做到那个孝亲尊师，如果我做到了孝亲尊师的话，那我的孩子以我为榜样，他一定也会做到孝亲尊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周围的烦恼周围的那个境界都可以给我们一个触动，也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所以我是觉得就魏老师提出来这个非常好，那理想是不是定太高，那我们自己想想看，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学，那我们自己学了到底对自己是不是受益的，而且呢自己然后等自己受益的话，然后另外还能够利他帮助自己周围的家人，帮助甚至周围亲朋好友，甚至是周围所有的人，因为人家看到你的变化，看到你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特别愿意跟孔夫子学习，跟孟子，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就觉得很受鼓舞，很受信心，所以愿意跟他们去学我纯粹是个抛砖引玉吧，我觉得我不多说了，还是请各位家长们大家分享一下谢谢魏宇老师，谢谢各位家长，谢谢老师。好，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线上的家长和老师们愿意分享一下的？好，那个
对，就是刚才那个汉老师、廖老师都有谈到哈，廖老师举了一个例子，自己孩子的例子哈。那我觉得其实呢，真的是就是说，儒家的这些要求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身边在日常的生活中啊所遇到的时候，所需要这个去执行的东西。那我刚才说的要求太高，但我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些东西呢都很简单，我一听就明白，早就懂了哈。那懂了呢，这个我们是不是做到了，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修行按照这个过程修过程中呢，能够就是说感觉到自己呢，就是说懂得这些东西呢，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这个生命有帮助哈。我自己觉得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我们在读前面那首苏东坡那首《定风波》的时候，就说过也无风雨也无晴嘛。因为这个人的一生呢，总是不可能都是晴天的，一定是经历这个风雨天，一定也有晴天，对吧？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说永远是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而变动啊，而沮丧，而愤怒，而快乐，而忘乎所以的话，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是表征了，代表有些东西你懂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能够真正把它，就是说修身修到自己的这个心里去，修到自己的心里去。那么倒过来说呢，就是如果你面对这种各种境界的时候，你呢心里面呢有一个这种比较坚定的这种道德自觉和这种信念的话，那你不会因为这个境界呢而就是说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一方面。另外呢，甚至呢就是说不改变自己的这种心情和这种取舍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修身一步步可以带来给我们的。那个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像我们现在呢都是像我自己都经历了半辈子了哈。搞教育，那搞教育呢像小孩子，我就觉得那个夫子那句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啊，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弟子规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们首先呢就是说要有一个就是说信念，就是我们要教给他们一个东西，是让他们可以慢慢去反刍，去用来就是说修养，提高自己的修养的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教给他，同时呢，我们也要把那些影响他、污染他的这个东西呢，尽可能的帮他们挡在外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叫童能养正，少年养志嘛。那么等他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像 Ryan 说有志向说当圣贤啊，等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有一个坚定的志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呢就可以就是说自己在这条路上呢能够走得更高更远啊。所以说呢，这里头呢就是我想呢就是好，就是在那个在那个我读那个书的时候，有两句话我是那个力不足也就我说了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其实是我们心里面哈，就是被这个外物啊，被这种外境，被一些这种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所牵制哈，就是我们听了一个道理觉得好呢，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口头上，所以不打算去做。所以夫子说这个叫金儒化。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中国叫以见导行嘛。那王阳明有一句话，王阳明心学中间讲，未有志而不行者，也是讲的话，就是这件事你不去做是因为你这个知道了做不到吗？王阳明的见解更深刻，他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了呢不去做呢，你要去想一想，我们要去反省，只是其实你并不是知道啊。你如果真的知道了，就像我小时候，我举个例子可能不太合适啊。小时候小男孩贪玩哈，那我们父母经常警告我们说不要碰电的东西，因为碰电东西很危险啊。那心里面当然知道，但是心里面从来不知道这个电是个怎么回事。结果有一次呢，就是不小心，就是说去在一个废弃的这个场地里面，就碰到了这个一个开着的线盒。然后呢，当然我就把手伸进去了，然后我就被弹出去了。那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危险的举动呢？我觉得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虽然跟你说了那么多遍，但实际上你压根就不知道。那你弹了一下呢，
你是知道了，对，但这个呢是没有任何人，或者说我也不是说任何人，就没有任何人愿意去尝试这种知道的啊。那就是说呢，你实际上呢，你只听到了一个道理，但你并没有真正的去懂哈、啊，去懂这个道理。所以在我们那个我想我们那个家长班也好，包括我们弟子规里面带着那个孩子学习也好啊，其实呢，通过这个，一个是通过学习。一个是通过实践，通过一些这种练习，然后呢，对这个学到的这一点点知识啊，潜移默化的变成自己的这个一点点习惯。那等他在这个习惯形成一些习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感觉到哦，原来这样做是应该是这样做的哈、啊。这个时候呢，这种感觉呢，我觉得那是真的是知。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说哦，我要按照这个去一直做下去，那这个呢就会，像夫子所说的那个，就是不是非力不足也，就是我欲人斯人之语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已经很清楚哦，原来这样做是的道理的好处，它是在这里的，是吧？那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家长班呢，我也是。那啰嗦两句哈，就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我们呢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在百忙的生活中大家坐下来，就是学一点，然后呢去思考一点，这样慢慢的这个日积月累，这个叫租积寸累，就是一点一点垒起来啊，垒起来之后呢，慢慢的垒起来这个东西的这个这些圣贤的这些思路哈、啊、就慢慢的就会超过。就是原来可能心里面的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这种想法啊思路啊，然后呢他呢，然后你慢慢的会体会到呢他这里面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在生活中呢慢慢的可能有个地方有一些应用和反思哈，这样的话一点一点呢这个里面的这种变化呢就会体会的特别的一个深刻，这也是我自己这些年来就是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了、啊、也带了一些班，那些班呢我也是能够感觉到，就是真正能够感觉到这些学传统文化的孩子哈、尤其是长期学传统文化的孩子，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种特别特别不一样的特别特别珍贵的一种特质啊，那这个呢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给家长们也分享一下，但2001年也是新的一年哈、啊，我在那个开篇那个家长班也说过了，就是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因为呢学习呢就是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做孩子的一个好榜样哈、啊。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那我们最后还是以这个以敬孔子啊作为我们的结束。好，那我们最后呢以这个至诚恭敬的心啊，向我们的大乘至圣先师孔夫子行这个三鞠躬礼，和或者呢行注目礼。好的，我们今天的家长们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下周再见。谢谢魏老师。各位老师家长。谢谢魏老师，收获很大。谢谢老师。下周大家再见啊，真的，我也是这几年一直跟着家长班学上来的，真的是很有收获的。好，大家周末愉快。